所以说，就跟着我们的一个行动展。那今天呢，就在台北的台北车站这边有开展。那这个展览呢，其实运用了很多台北的档案，它也贴了刚刚所提到的，就是李亮老师的星空下的追风少女。那当然呢，我们在这一次里面啊，又穿插了非常多的剧情啊，就刚刚局长所提到的，我们又有一个二创的舞会啊，那用这些主要就希望对。里面的内容物大概有棉被、盥洗用品、牙膏、牙刷，
好，不过呢，我们看现场好像我们女性朋友比较多，女性朋友多带还可以多带一样东西。大家有没有人知道？哦，答对了，好厉害！哇，这个没有人会，这个问好多人，好厉害！我还是台北里面卧虎藏龙。好，那可以带的东西都把它已经都是放在我们的这个档案里面，所以我们的台北档案里面啊，也有看到，哎，他们能够带出去的带进来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物件。那当然呢，当时候啊，在台北车站这边工作的日籍人员有2000人就必须要被遣返回去了。好，那他们从哪里出去？好，可能从台北车站，他就要搭火车，那到了这个基隆这边，好，都从基隆这边搭船回家。好，所以这个在档案里面，我们就跟这个呼应这样的一个故事。好，那我们再往前，各位贵宾再移动脚步。好，那我们在这边好了哈。好，谢谢工作人员帮我们移动。好，那挑战啊。旅程当中当然有一些挑战，我什么挑战呢？1945年对台湾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虽然它就是战争结束了，有人说台湾光复了，但是因为台湾也有被轰炸过，所以有很多的地方它其实是必须要去修复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漫画家田家成老师，他的漫画里面就有呈现，那时候的铁轨有很多都是毁坏掉的，怎么去修复？这个台铁的这个刘工必须要抢时间，去把很多的物件把它搭建起来。那拆可能是有一些部分，它可能是那个双轨，我们可能要去拆一段铁路的这个铁轨来做补件。那档案里面呢，其实也有提到说，当时候啊，这些技术人员大部分都是日籍的比较多，所以啊，日籍人员他们有一部分就留下来，留下来再做这个所谓的帮忙。所以我们在人物里面，四个人物里面啊，这个就有一个公园爸爸，他就是留下来协助在修铁路。所以我们从漫画的人物融合了档案，那把这个故事啊扩散出去。那我们来接下来我旁边这边请。那这个挑战除了刚刚所提到的火车的修复之外，台湾社会有哪些挑战？最近这几年台湾最大的挑战可能就是传染病。1946年啊，台湾也爆发一场非常严重的传染病，总共有3508人染上了霍乱。那过世的过往也有2200多人。所以我们最近的这样的一个传染病，其实我们更能够感同身受。在战争结束之后，这传染病袭击之后，我们都会非常恐慌。所以我们特别找到，有台北铁路医院，他打预防针的。这些相关的这些资料，台北医院，台北铁路医院里面，我们也找到这一些相关的资讯资料。那不只是当年，在1950年、51年、52年，台湾还是一样，当时候的公共卫生不是那么健全。因此在这个铁路管理那边作业的人员，他们大概都是要去打这个疫苗。那也有相关的这个铁路管理局里面的，也有一些公文书里面有特别提到说疫情，那时候疫情非常紧张，所以从这些过往的档案，虽然是过往，但是跟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情况对比的话，很容易就让我们想到我们最近这几年新冠肺炎，我们大概也都是戴口罩打疫苗，那前几年都是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当时候呢，还有一个挑战就是恶化，恶化台湾受到非常多的这个冲击，所以我们在这个台铁的档案里面也有看到，二八之后其实台湾的这个铁路也受到一部分的冲击。不过呢，在台铁局的这样的一个努力之下，很快台湾的这些交通它又恢复了，那除了挑战，我们也从漫画里面设计的蜕变。那漫画里面有提到这个主角，还有他爸爸，他那个朋友的爸爸的一个关系。那我们这次呢，也透过这样子把它给呈现出来，不是只有那个年轻人，年轻人跟那个朋友的那个父亲，他其实也有一些关系，从这样的这个故事，我们再把它做一个铺陈，那当然呢，我们要特别提到，这个1945年、46年，台湾在恢复的这个过程当中，台铁局还有台湾火车，甚至呢台北车站遇到比较大的挑战，可能就是它的运输量可能一下子要
做一个所谓的大的变化。所谓大的变化就是1946年第一届台湾省运动会它举办，全台湾这么多的县市的选手，它要集中到台北市嘛。那怎么样把它输入到当时候的比赛的地点？台大的这个运动场，所以啊，台铁相关的这个人员不是只有要把铁轨修复好，不是只有要把火车修复好，他还要去设计一下，怎么样在最短的时间让这些选手或是来参加这个观礼的这些民众，能够最快的速度达到台大的校园里面。好，所以我从档案里面都去找，我们有找到第一届全省运动会的会歌。全省运动会的这个会歌，我不知道在场我没有很多会唱，我自己是不太会，我自己是不会唱啊。那这个会歌里面呢，我也找到了，从学校的这个资料里面，我找到了第一届的会歌。好，那也有第二届、第三届相关的这个档案。那当然，第一届的这个开幕就是在台大的体育场里面。那台铁局当然也有代表去参加啊，那比赛的这个项目也非常多，所以从档案里面大概我就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这些故事跟台铁是相关的。那当然，档案里面刚刚跟这个局长看黄部总所提到的，这个绿色的线在日时期这一段绿色的这一段铁路线它都发挥作用啊，因为这一条线就相当于现在的捷运新建线。档案里面呢有一站。从万华它到新店，它里面有一站叫做所缘地，它就非常靠近我们现在的台湾大学。所以选手他大概都可以坐火车从新竹从基隆或者从淡水聚集在台北车站，他再透过这个铁路到万华，再搭这段绿线，他就很快的能够来到比赛的这样的一个场地。所以从这个档案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人流他到底是怎么去做所谓的流动，然后去到台大的运动场去参加比赛。那我们接下来再继续往前看，台铁发展的非常快速。那当然了，最近这几年我们知道说，台铁不是只有在速运方面也做了很多观光，像这个明日号，我们要去抢这个票都抢不到，所以观光引起大家的一阵旋风。可是呢，我们在国家档案里面其实可以看到，1960年代、70年代台湾其实有受台北，它也有很多的这个观光的设计我们从照片里面、从档案里面都可以看得到当时候有公文书里面就有提到说，观光号的这个列车更不用加装冷气就有提到，后来可能就不用再加一些加冷气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设备，甚至呢，我们还找到当年的餐车。它的这个所谓的构造图，所以这些都保留在档案管理局里面的话，那我们也让它变成国家重要的这个古物。那也有一些照片可以看得到，当时候大家吃台铁便当，还有台铁便当当你在餐车上面还可以喝台湾啤酒我都可以来偷这些照片，从这一些档案里面都可以看到过往台铁它其实也在。做运物的这样的一个经济之外，也跟观光做了非常多的结合。那当然呢，也有很多局里面，台湾局里面还有很多的照片。你可能搭火车，你可能是要去台湾所以我们特别找了台南的照片，找了台南车站的这个相关的一个照片那最后呢，就是台湾管理局我们还是一样要告诉大家这批档案它到底怎么样拿到我们局里面。那当年就是这一批档案，我们从台铁仓库里面去把它移进来。那当年我记得这个数字是移进来的箱数是1033箱，对啊，非常多的这样一个数量。那当年移进来的时候大概就是这样子。那我们就经过同仁的这个细心的去照顾它。像有些毁坏的必须要去做评选那现在我们就把它放在国家档案库房里面那这些库房我们都是很多粉丝比较国际上面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所以这一批档案从一进来到现在我们不是不仅的以最高的规格来做修复去保护它之外我们现在把它做价值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就借由这一个漫画我们推出那也希望呢，在场的好朋友帮我们推广一下这一部台铁
漫画，那里面有很多那个故事，台铁的故事，然后跟亲朋好友多多介绍。那我们大家都知道说，我们台湾的这个故事，它已经跃上国际舞台。不容易，在五百公布的这样的一个漫画里面，它脱颖而出，拿下去年的唯一一本的那个奖项，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厉害的，非常厉害的啊。那当然呢，档案管理局还有非常多档案的故事，也有很多台铁的相关的一个介绍。那如果在场的好朋友，你们想要知道更多，其实也可以用手机扫我们的这个 QR code 啊，那里面呢都可以订阅我们的这个电子报。电子报里面有非常多期都是跟台铁相关，像早上就有一位大哥跟我分享，内湾的故事，内湾线，那我们有一期电子报，他其实都在谈这个内湾线，那我们也有谈到阿里山，谈到很多的这个铁路的这个故事，甚至1930年代，我们刚刚那一部台湾铁道的路线图，我们也做过研究，在电子报里面，所以在场的这个大哥大姐，那如果你对这些铁路故事有兴趣的，也可以来扫我们的 QR 码，那我订阅我们的这个电子报。那当然呢，最后呢，还是要再次麻烦大家，如果你的亲朋好友对有兴趣，甚至对铁路的故事有兴趣，请帮我们多多行销，请他们，这两个礼拜一定要来看。如果住在北部的朋友，一定这两个礼拜要来看。如果两个礼拜以后呢，要再看我们行动展，可能要跑一趟嘉义了。那我想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今天大概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谢谢。